在屏东市的和生路一段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，警消获报之后也立刻的前往现场，看到了救护车，民众也赶紧指挥，表示前方有人受伤倒卧在地。车祸事件发生在今天清晨5点多，疑似天色昏暗，重机骑士迎面撞上行人，送医之后宣告不治，而骑士也受伤，他的酒测值为零，至于详细的肇事责任还有待厘清。